数稍厚一点点，但是不是那种很厚的，一样是软料，它算是一个蛮 oversize 的一个衬衫兼外套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超级可爱的微笑？之外呢，这个呢它是刺绣上去的，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洗涤的时候不会坏掉。那它一样是做一个反车，最特别的是它是做这种蓝色的扣子。再来呢，后背一样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微笑英文 logo 给大家。这一件一样是到 SML 都可以穿，而且它的手袖是非常轻松可以让大家做事的。如果你要搬东西、扛东西、拉公车或是举手之类的都不会卡袖哦。再来呢，这个手袖啊都是可以把它打开的、哦、它的蓝色非常漂亮，有一点点秋冬，有一点雾蓝的感觉哦。有没有看到它的反车边车线非常的漂亮，它是利用白线哦，跟以往的做法不太一样，所以呢我不要动，来大家是不是根根分明看到它外车线的一个线条哦。好，然后后背呢就是一个也是外车线条，里面呢所有的夹口所有的大小完全非常充裕的，让大家在里面夹所有的衣服。你今天想要比较拉一点点，来我们这个人再偷偷开一颗或是两颗的扣子，你看你自己里面穿什么。好，然后呢这样子开开襟式的，好，这样子也非常的好看。